的。有没有厉害？有。洗个屌哦。把我 email 给阿斯奈美惠，他们找我学歌，他会后悔。好，欢迎我的鼓手姚明。姚明跟我大学时候，我读过大学哦。我是我很骄傲，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，然后也是第一个大学生，然后休学的那个。读书真的也有让我的眼睛被打开啊。以前都在台东嘛，啊，台东很多原住民，就是讲原住民事情很像理所当然，可是那时候都不会很在乎自己的身份。而我考上台湾现在的台湾艺术大学，以前是学院的国立艺专的早期的时候，然后考到那个学校3000多人，只有6个原住民。其中4个因为都是泰雅族的，然后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谁。我就在学校，因为我很特殊嘛，是台东来的，因为大家都会很好奇那个原住民的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每天都打猎喝酒？你哪有那么多钱买酒？我说没有，都回答。可是他们在艺术学院有一个很好的氛围，因为只要我讲他们不懂的事情，我就可以跟他们说，这个是艺术。于是他们就很包容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学校里面就突然变得很可以很放纵，但我的背景跟文化他们都不了解，可是他们就愿意包容我。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我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，然后认识我的歌手杨明。